当当当当，我的礼物，嗯，给我，嗯，嗯，干嘛？给我，拿着。怎么样？打开看看。喜欢吗？哎，钱姐，收收收收收。我超喜欢，超喜欢。燕兰妈妈知道你要过生日啊，别人特地给你准备的。嗯？嗯？怎么了？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好还是不好呀？你怎么还哭了？好。好，你哭什么呀？你不懂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了，我才哭的。苍天有眼，我真是太欣慰了。